杰西怎么又有赏金啦、啊？零四三零又可以有赏金，这感觉是张家兄弟的版本，一个以无情比例都可以有赏金。节奏一大师，想象不到哎、欸，那个一大师如果加五十攻击距离，攻速还没上，这感觉很屌。你给我用你那层皮扛一下，哎、欸，对，谢谢老板。下路感觉有点欠杀。盖伦前面可以单杀勒布朗，也是蛮屌的。下路怎么干？没错，每波都这么火爆。哎呦，这盖伦有操作的耶！所以说他前面没用闪就把勒布朗给杀了，那也是蛮厉害的。刚吹完你就扛不住了。找下路领钱，终于快扛不住勒布朗，看他买多兰剑，难怪一天到晚被压。难吃啊！这边人还是有点机超的，至少知道哪只是真，哪只是假。这是什么龙魂呢、啊？生化科技是干嘛的？生化科技小龙，全新元素龙。生化科技小龙叠成 buff， 对当前血量比你高300到1020，根据你的等级，每多一层获得 5% 的额外伤害。生化科技小龙龙魂，当凑满获得科技龙魂时，全队会获得复活甲能力。英雄复活时拥有 80% 血量加 50% 额外血量，并获得 75% 或 30% 的额外跑速，还有受到的伤害减少 40%， 但造成伤害减少 33%， 并且每 0.25 秒受到不断提升基于其初始血量的伤害。生化科技峡谷在双方红 buff 三狼的附近野区会产生毒气领域，任何在领域内的英雄都会获得伪装的效果，在领域的英雄对比他们血量高的敌人造成最多 10% 额外伤害，当前血量比他们高340到1020，根据攻击者等级时达到最大伤害。另外在毒气领域内伪装的敌人需要用粉眼才能看到他们。这个会隐形是不是？再见了杰西。050漂亮，不带偷钱的傻逼，请你下去。哦，我看到物件赏金了，原来真的会有，哇，要被领赏金了。我刚才在想是不是我们这边看不到对面的赏金，结果原来看得到。那这样子不就鼓励人家鼻涕吗？但是鼻涕拿赏金就饱了，单带脚就爽了。흔들리지마라라스리안온혐오가함께
一大四的闪现，我看到了。玩到哪里了？220级，占地1500。莫不是？好痛，好痛！居然砍不过他，是怎样？没红中砍不赢他，还是有红中也砍不赢？你太可悲了！哦，我觉得易大师，我看易大师等级15级耶，一直拿这个物件赏金拿到要起飞了。我操！去死啦！操！也不行啊，物件赏金改这样子，这些 BD 角色太狗了吧 ？BD 就好啦，前面拿劣势也没关系啊，只要你们不会 end game， 这是在给人家一个打五个的机会。他这个不改，以后比赛感觉超难看，因为会拖人家的换经济。反正我现在换经济也没差。我有 GA， 你是多屌？听你那么说，你很有哈、啊。看，连杰西这种零死零都很有赏金，到底是怎样？他一个13级，他可以有赏金。干100，我觉得你们没有我，不要乱打哎、欸。啊，送头。干，脑残赏金，他现在肥了，忘记变这种可以一打五的角色了。盖伦，盖伦怎么溜了？没事，我们能不能拉扯拖他们时间？干都不让你好痛哦！哇，对，不行不行。哇，可惜转了一点。不行啊，物件赏金太白痴了、哦，他们这么劣势都可以拿三件装。我要开舵，那、啊、什么时候换我们拿无限赏金？感觉我们现在是逆风的那一方哎、欸，还是我应该抽个伤害直接把他灌死？杰西怎么又有赏金啦？0430又可以有赏金，这感觉是张家兄弟的版本，一个以无情比例都可以有赏金。石头人，夺影！石头人夺影！勒布朗，遇到勒布朗，硬不起来了。转，转，转，盖伦。盖伦叫到了最后，被易大师弄到，也就是要死了。
你是多屌啊！一波了吧，一波了吧。回家！吸纳盖伦，盖伦那个减伤还是有料的，就只有他扛得住伊大师几下。干超白痴哎、欸，这个无限赏金到底是白痴什么？推两个热塔，是一条龙，就整队有赏金。哦，不对，他们连二塔都有赏金。没事，我等下就把这种可以一打五的角色给编了，但感觉太多了，编不完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